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回来黑框眼镜的频道 Spinet。我们今天要继续来玩的是波西亚时光啦。那今天我们昨天有一件事忘了做，就是摆我们的电风扇还有沙发。对，那我们就把它摆出来吧。被摆好多个哦。这样卡到，这样可以。再拿起来。F，你卡住了，好吧？那你放这里。电风扇呢？两格，这里刚刚好一个，太可爱了吧！好，我们有机会的话，可以把我们小资布置得漂亮一点，蛮有趣的，走吧。那我们今天的目标就是把切割机做出来，理论上应该是可以，差一点点。这个燃料不足，补充一下，可以补充，可以补充。这样的话，我应该就可以。我印象中，我们那个，我昨天在整理的时候，我发现我有这个，所以我应该是够用了。对，然后铜刀片应该也好了。这样我们再还要制作铜刀片的样子，还有两个。这好像是我们任务要的，所以就拿去做吧。这样的话，这边就可以放置铜刀片。然后石砖有了，切割机，开心，来，我们要做木板，要几个木板？没有任务，真的假的？骗人！我们种植箱不是需要吗？木板要三个，好。为什么他没有？这样就可以了吗？还是不行？他为什么没有直接给啊？只够做两个。我们没有木头了，我们去看看。木头小事，这里很多。哦，这里很多。多砍一些。现在没有木头了，太好笑了。我木头那么穷啊。好，这样可以吗？然后是说，我想看一下。哇，我们要1500才能再买扩地。真的是哈，木板应该可以再做一个。那我们晚点再回来，然后我们就可以先去做其他事情。那这边是有其他东西啦，比如说木桥头，木桥头这样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差不多了？铜管，我们还需要硬木。哦，我们还需要硬木，所以我们需要的其实是青铜釜。对，我们其实需要青铜釜，很小。那青铜釜需要。升级工具，所以我们要去全能铁匠铺才行。这样吗？不对啊！好像是呢，好像是呢。好，那我们要去全能铁匠铺买东西。那我们今天看他不知道有没有开门，我们要过去看看才知道。我要看一下信。市政厅来信，今天在皮奇广场召开市政晚会，发布一些重要消息，请尽量来参加，7点准时召开。好，看起来今天有市政晚会要开，去看一下那个好了。全能铁匠铺在哪里？匠铺的话，这个建筑公司。
欸，对齁，我们昨天没有接任务，我们看一下有没有任务可以接。我印象中他周末好像没有任务发布。对，周末没有任务发布。好吧，来吧。好，我们去那个那个，他今天不知道有没有开门，希望有。今天有营业吗？装修改造。没有，欸，不行。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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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亚伯特去哪儿了？乌西亚虽然小了点，但是漂亮的妹子还是不少的。嘿嘿，我都犯选择困难症了。哇，人家也要要你才行啊。这个选择困难是什么东西？哎 ，Coco 是你家的 啊好可爱，你真可爱。你平常都睡在这吗？建筑店，没有全能工具啊，我们需要升级我们的工具才是。工匠铺。这个都不用固定哦，好笑哦。这个我们需要两个，要怎么买？要吗？哦，右键是不是？买两个，好，谢谢你。那我去科研中心一趟。哇，这是公事包，好可爱。科研中心好像在这里。Hello， 粉嘟嘟。嗨，今天没有鱼给你吃，改天有鱼再带过来。拜拜。是这个洞吗？对，是这一栋，去吧。科研中心兑换处，哦，兑换一些东西是不是？训练假人，高级动力源。什么啊？哦，它是晶片可以换到的东西。我们好像都用不到，所以他应该只是让我们先收集这些东西。好啊，那我们都了解一点了。然后礼拜日嘛，既然是休息，我们就不工作了吧？为什么要这么辛苦工作？我们到处看看吧。嗨，托蒂，你好。你好，我是托蒂，你是新来的工坊主对吧？很高兴这儿有越来越多的工坊主。谢谢你哦。拜拜。好有趣哦。衣服店欸。啊，我们去找那个老人下棋怎么样？看。哎，你好。聊天。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，终身的伴侣，最诚挚的朋友。所以年轻人，多读书，多思考。好的，跟你下下五子棋。五子棋，好 ，OK， 好，来吧，我们先哦。很会哦，看哦，这样。这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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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样。我看看，
这样。这样，然后要赢他是不是有点困难啊？要不要挡一下他了？而且有点作死。这样好了，三哦。必须得打，对，必须得打。这样好了，这样，这么多山，这样，哇，死了！等一下，死了，哇，好强，好、哦，哇。拜拜，回去，我们去升级一个工具，然后挖挖木头看看。哇，这个不简单哎，这个不知道是几级的电脑。来升工具，跳，然后制作青铜斧，有哦。青铜镐，好好 ，OK， 我们升级了。然后木板好像都完成了。木板是我们要拿来干嘛的？等一下，我怎么忘记木板要拿来干嘛？种植箱啦，对了，种植箱啦，这可以做的。太好了，我们种在。种在后面好了，好不好？这样好暗啊，还是种在侧边？这样，种这边。按右键 LT， 按右键可以查看周围状态，然后可以种东西。周围名称，周围成熟按一键可以铲除，成熟后按一可以收获。按左键，好 ，OK， 互动就是那个。好，那我们可以种个东西，看一下哦。我们种个三天成熟，五天成熟，这个好了，三天成熟的。这个哪一个？然后肥料，料哪一个？不走。哦，施肥，不用浇水啊，真酷啊！我们有第一个种植箱了，不错不错。那我们再来就可以去，我看一下哦。我们再来组装台还可以做什么？还有桥头了，对不对？好吧，我们就来做这个吧。需要铜管跟硬木板，然后所以我们需要铜管的话，要硬木板，好像目前没有哈。铜刀片我们好像完成一个，铜管需要打磨机，需要铜锭，但是我没有铜锭了，可以拿。可以做一个铜管的样子，做一下。好，然后剩下的时间我们去砍砍柴。那好像需要硬木板才行，所以这个大树应该是可以砍的吧？有，可以。哇，好累啊！倒了。有硬木，有硬木，可以。不错，我伐一棵树要好久。对啊，要好久。然后等一下七点要去参加那个，参加市民大会，对，不可以忘记。那继续，
要把树桩这个也都一起拔掉才行。我们先去参加例会。哇，大家都想跑步过去，怕来不及就对了。大家都聚集在广场了，很好奇今天市长来代表来讲什么话，再跟大家聊聊天。Hello， 我儿子盖斯特一点也不像我，除了他的才华和英俊的面容。哇，自己讲自己好话吗？来猜拳，这里不适合猜拳，好啊。哎，开会了。好，波西亚的居民们。相信大家都能看到最近出现在城外的那些蝙蝠熊猫，虽然它们看起来很可爱，但其实非常危险。这么恐怖的吗？我已经通知黎明团尽快吓走这群蝙蝠熊猫，但应该不会有太大成效。那你为什么要做这种徒劳的事情？这时候如果有一辆坦克才比较保险。为什么还要坦克啦？另外一个事情是，我们决定架设一座通往琥珀岛的桥，已经选好了一个工坊主来完成这个项目。是我们，而且我们还准备为波西亚筹建滴滴交通系统，未来的两周内将会拨出预算，并在本月底委托给某个工坊。如果大家愿意支持，我们欢迎任何形式的捐款。我可以接受接下这个任务吗？但是我不要捐款，可以吗？什么？为什么我没听说关于桥的事？又是你？啥时候发生的？那是不是意味着我可以去琥珀岛上钓鱼了？可以哦。别傻了，他又来找我们要钱了吧？最后，我要荣幸地给大家介绍我们城市新的工坊主，他来自岩石城，现在住在西门外的旧工坊中。让我们给他一个热情的欢迎吧！谢谢。哇，我们真帅！我就这样，好哦。要散会了，散会之前我要先把东西给你。来，完美的质量，完全符合我的期望，萧工房主。有，把东西给他了。可以。真急啊，我没遇过你。你是新来的工房主吧？听爸爸提过，很高兴认识你。你是司长女儿吗？我叫金吉尔，希望你喜欢我们这里。喜欢哦。拜拜，不打扰你了。盖斯特是他的儿子。新来的。希望你在小镇上过得愉快，不过我不太喜欢被陌生人。他好讨厌哦，看着也讨厌。拜拜，讨厌你。硬木板。这个是什么？铜锭。这个才收完。欸，那我们看一下可以做些什么。我们常见也可以做一下啦，对啊，做一下好了。来，空间不足，掉在了地上。好哦，看一下，我先把这个放回去。大理石，有点麻烦了。这应该可以带在身上了。然后这个放进去。被放进去，我们到时候肯定要把一些东西分一个类，哦，不然这样有点不好看，对，不好。这样应该，哎，不见了吗？还是有吸进来？有，可以。打磨机这个，你好像需要几个铜板。两个，那我好像这个再做两个，这样明天早上应该就可以好了。然后这边要不要再烧一些铜锭啊？还是要烧一些青铜？我们之后可能会需要青铜，好了，多做一点啊，是好事，补充一下。然后我们明天就要回去矿坑里面继续挖矿了。东西不够了，好好笑哦、喔！一直在忙碌这些。嗯，鱼竿的话很简单，铜锭没有铜锭了，篮子也没有。篮子到底做的可以怎么样？做做看好了。
护身符呢？做一个，反正都是好东西吧。我书架可以干嘛？属性上限了。这个十多，做一个。储物箱做一个。好 ，OK。把随便先放个东西进去，我去把那个箱子捡起来。我们把箱子摆出来。那这样我们就可以把那个矿跟矿物有关的东西放进去。这里还有那个哎、欸，还有几个奇怪的东西，我们可能要找时间再放。那我们就把我们的桌子也放进去吧。那我们就有一张桌子了。他们好像没有对齐，好吧，那就放这里好了。耶、yeah! ，好啦，那我们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这边喽，感谢大家收看。如果你喜欢我的牧场的生活的话，请加一下喜欢，还有订阅以及开启铃铛，就能获得我影片还有直播通知哦。那么我是黑光，今天的 B 念，我们就下次再见喽，拜拜。